般日式的哈。你好，后面有一个小姐帮我们介绍。但是我们是日式的，一定是到蛋糕皮本来就比较厚，但是有的人他觉得要薄，所以就我们就要多费工。你想吃什么？阿姨都给你吃。你想啊？这是姑姑口味啊。真的、啊？刚才你有吃？只有我不喜欢起司。你不喜欢起司啊？他不喜欢吃起司哦。那不做可以吗？